那属鸡嘅朋友咧，今年嘅图书，The Archbishop should do marvelous，也是属龙的，今年也非常突出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2022年虎年流年预测。今日我哋有特别嘉宾伍子明师傅，伍子明师傅你好啊，你好，Rainbow。不如你同我哋讲解下属牛年嘅朋友今年嘅运程如何呢？嗱，属牛嘅朋友咧，今年都有贵人助噶。咁嘅贵人即系话有新嘅机会俾佢，但系就其他方面嚟讲咧，就系比较平淡啲，冇乜突出嘅火花，咁佢哋嘅工作方面如何啊？平稳可以讲，但平稳之中。都不周不时会有人帮佢，所以今年做牛嘅朋友，如果系做团队嘅行业啦，即系成个 team 咁样啦，唔错噶咁样。咁佢哋嘅健康方面又如何咧？健康咧比较壮健都，好似牛咁精神。我成日都讲笑咧，话老虎食牛扒啊，咁 其实都夹得嚟嘅，OK 嘅。外平都系比较平淡，因为佢冇合，但系同时冇沧桑咪平淡，平均值之交淡如水咁啊，平淡长久都系好事。咁佢哋嘅财运方面又如何咧？主政都系正财会多过偏财。好啊，唔该晒伍子明师傅，唔该晒 Rainbow，恭喜发财。身体健康。